敢打我的女人，你可是第一个。我不只敢打你，我还要杀了你。你个小丫鬟敢乱闯东楼，这会儿早应该被拖出去打死。不要脸的东西！这样不干净的人，卖到凤喜楼去吧。起来，把他拖走。放开我！起来，燕儿。住手！ 救人啊！他是我的人，不用你救。老夫人说让我们下个月就成婚呢。我现在不想结婚，更无心跟你结婚。你越过来哭诉，说你想悔婚。我没有悔婚，我是从开始就没有答应这场婚事。是真的被那个女人给迷惑了。你若是真心喜欢那个丫头，就让她做你的姨太。我若是真心喜欢，便要明媒正娶。混账！ 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你说，大半夜来我房间干什么？你要是不说，要不你乖乖亲我一下，我就教你怎么开枪。这是二叔弄的。 下半上，蛊惑督军，还意图谋害督军，务必把他打死，绝了这个后患。二爷回来了。有人知道他是董家大小姐，随时都有可能把他杀了。我今天必须把他带走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只有把他放在我眼皮子底下，我才能时刻保护他。穆提是我的，谁也不允许动他。 若是穆提少了半根头发，我就在你脸上拉上一刀。我没有伤害他，想着那是你最恨的人。你才是那个恶人！你这个魔鬼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。你若是愿意的话，我去找祖母说，让你过来做我的丫鬟。你可是二爷的人，别再跟我们找麻烦。 董小姐不找我的事，你自然不会惹麻烦。你刚才的样子很是仪态。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你，不要跟二爷的人纠缠不清。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？你一直都知道我的身份，可是你什么都不说。我现在就要去证明自己的身份。看你怎么证明！我可是方家未来的少奶奶。少奶奶，你有资格说这三个字吗？ 我已经找到了能证明自己的证据，我现在就要去找老夫人。你敢？